哎，好啊，吃完饭了啊，聊聊台湾的事儿吧。看了《少康战情室》啊，我发现很有特点啊。这个《少康战情室》经常请一些国民党的那个什么候选人呐、立委啊。哎呀，聊中国这个疫情啊，总是戏谑呀、那意思啊，你中国人不行啊，就是你看看中国现在是不是满目疮痍呀？这个中国完蛋了啊！中国人是不是很愚昧啊？一个个的，就这种口气吧，很瞧不起中国人啊！也难怪人家不是中国人。哎，我就奇了怪了，你这些国民党的这个选举委员，你们都不是中国人了，你们为什么叫中国国民党呢？啊，你们他妈能不能回答我？你们臭傻逼，能不能回答我？啊，少康战情室那帮男的啊，一个个油头粉面的。你妈了个逼！你叫什么中国国民党啊？中国人的事儿，你瞧不起中国人？你叫你妈了个逼中国国民党啊？还有啊，国民党你那个叫什么江启臣呐？国民党主席候选中国国民党主席，选了个台霸子。我操你妈！操你妈！你妈了个逼！你们要不要脸？把那"中国"两字去掉行不行？操你妈的！中国国民党主席选了个台霸子，一天中国没来过，叫中国国民党主席，我操你妈！我现在我替蒋介石，我操你妈！蒋介石就骂你妈了个逼，操你妈！你帮台湾畜生，操你妈！你妈了逼，你叫什么中国国民党啊？操你妈！我告诉你啊，你中国国民党主席今年就死一个。最新新闻吗？啊，那谁呀？中国国民党原来那主席，那叫什么来着？李登辉吗？喝奶呛着了，现在转成肺炎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年是最后一个年了啊！今年嘎嘣死一个国民党主席，明年记第二个。我操你妈！操你妈！你们这帮杂碎啊！你瞅《少康战情室》那一个个那个傻逼，比他妈民进党都瞧不起大陆。我操你妈！你知道你叫中国国民党啊？啊？你瞧不起大陆，你叫什么中国国民党？你妈了个逼！我操你妈！把你们"中国"两个字去掉！我操你妈！别他妈来大陆，来大陆我揍你！操你妈！你看着我揍不揍你？我操你妈！成你一个个逼样！我操你妈！好，你妈了个逼！你们成救世主了？瞅你们台湾那个逼样吧！操！口罩都抢不来，抢手指！赶紧回家买点手指吧！个小岛，个岛上一帮杂碎，一帮岛民！操你妈的，在这瞧不起这个，瞧不起那个，你戏谑谁呢？中国人瞧不起啊！你他妈别挣中国人钱呢！操你妈！你别叫中国国民党啊！我操你妈的！你们当主席台霸子，哎，台霸子怎么选中国国民党主席呢？会讲中国话不？啊，知道国民党首都在哪儿不？啊，知道南京小吃是啥不？我操你妈！叫什么中国国民党主席？我操你妈！多他妈恶心！中国国民党选个台霸子，一天中国都没来过的啊，天天还说中国话啊！完了，操你妈！中国不是人啊！中国人死绝了啊！中国愚昧！你妈了个逼！我操你妈！操你妈！别让我看着这帮国民党的啊！我操你妈的！来大陆来一个打一个！我操你妈！什么鸡巴国民党啊？你什么鸡巴国民党？别用中国字行吗？你改名叫台湾国民党，我没有话说。你们就是台湾人啊！别他妈叫中国国民党！你们配叫中国两字吗？我操你妈！你瞅那一个个嘴脸！我操你妈！别说中国话，别用中国字儿。自己发明，我操你妈！自力更生，我操你妈！你瞧不起中国人，你写那字儿叫中国字儿，我操你妈！操你妈！每天晚上让我消食，你妈了个逼的！每天晚上让我骂你们，是不是？你们党主席今年就死一个，我操你妈！一个是个台霸子，操你妈！你妈了个逼，这么恶心的国民党啊！中国国民党选个台霸子，你看那个江启臣那个逼样，我操你妈！江启臣呢？江启臣能看我视频吗？操你妈！江启臣，操你妈！江启臣，操你妈！说三遍了，知道啥意思吧？江启臣，我操你妈！懂不懂啊？台霸子，懂不懂啊？中国话呀？你不中国国民党吗？怎么他不懂中国话吗？我操你妈！操你妈！你个狗懒子！中国话狗懒子，知道啥意思不？你他妈就是狗懒子，江启臣啊！叫他妈什么中国国民党啊？啊！操你妈！你个台霸子！我操你妈！操你妈！中国国民党选了个台霸子啊！
选个台湾人，我操你妈的！你妈了个逼！你不叫支那吗？啊，中国不叫支那吗？支那你他妈了个逼的！你别用这个支那呀！啊，国民党啊，咱改名行不行啊？我操你妈！我看你们节目那么恶心呢，一个个的啊！中国人这么愚昧，别用中国两个字儿，赶紧改名！我操你妈！换成台湾国民党，我没话说啊！操你妈的！用着中国名，然后他妈恶心中国人，我操你妈！你瞅他妈节目上的一个傻逼！我操你妈！来大陆弄死你！你妈了个逼！我操你妈！你妈了个逼！千万别武统啊！武统那天我操你妈，登岛要你们命！我操你妈！你看着，你看着啊！武统以后我绝对去台湾，我绝对拜访你们啊！一个一个我绝对拜访你们！我操你妈！你瞅台湾那个傻逼样！我操你妈！中国国民党啊，瞧不起中国人！别他妈用汉字啊！啊，用他妈什么中华民国那纪元呢？别用了，改了，别他妈用中国的啊！中华民国那纪元用是中国人发明的，你他妈逼改，你是台湾人啊！还有啊，操你妈！所有那个台霸子，你妈了个逼！别他妈逼中国人武统啊！等我告诉你啊，武统以后绝对拜访你们！我操你妈！到时候我录着像给全球华人看看，看你们那个嘴脸，那个傻逼样，看你们的嘴脸！操你妈！还有啊，你妈了个逼的，千万别来大陆，别让我们看着你们！操你妈的！叫你妈了个逼，中国国民党啊！操你妈！你要自己啊，要有点羞臊，要有点羞臊样，你把那中国两个字去掉啊，然后再说中国人的事儿。我操你妈！中国人操你妈了，是不是啊？中国人让你不爽了，是吧？把你妈操了，是不是？我操你妈！一天天瞧不起中国人啊！操你妈了，是不是？啊！你瞅他妈少康战争时那几个傻逼啊，那立委，难怪呀，难怪台湾人看不上你们，操你妈的！民进党都看不上你们，人民进党都看不上你们，你瞅你国民党活成个逼样，操你妈！我替蒋家啊骂你们，你妈了个逼，一个个操精，操你妈！中国国民党主席选个台霸子，选个台霸子，江启臣那个逼样，你瞅着，操你妈！你瞅戴个眼镜那个逼样。操你妈！操你妈！中国国民党，操你妈！我替蒋介石骂你们啊！操你妈！别他妈叫中国两个字儿，知不知道？我操你妈的！你妈了个逼！气死我了！操你妈的！啊，叫着中国国民党啊，然后干那点鸡巴事儿，我操你妈！连民进党都不如啊！你瞅你们国民党干那个鸡巴事儿，我操你妈！一个他妈了个逼台湾台霸子啊，一个台霸子，基本上就是台独，跑到这儿来他妈天天讲他妈的。啊，我们台湾人怎么样？你他妈叫什么中国国民党啊？啊，我问你呢，我替蒋介石问你呢，还有蒋介石那孙子，什么蒋万安，我操你妈，知道吧？蒋介石骂你妈呢，蒋介石要操你妈，你蒋万安，我操你妈，你妈了个逼！难怪台湾人都台湾人都看不上你们了嘛，台湾人都看不上你们的国民党了，你个操性，操你妈！中国国民党天天骂中国人不是人，你妈了个逼，你还活啥呀，在台湾？啊！中国国民党自己骂自己不是人，骂中国人不是，你他妈在台湾活啥呀？啊！你们这帮国民党在台湾还有脸活吗？啊！臊不臊挺，臊不臊挺？那台湾人一想，你妈了个逼，中国人不是你他妈不叫中国国民党吗？那你他妈是人吗？我操你妈！哎，你们这帮国民党他妈了个逼的，脑袋让驴踢了吧？啊！操你妈的！要不你别用那中国两个字儿，把中国两个字去掉，我没话说，台湾人也没话说。操你妈！你们就是傻逼一帮啊！自己他妈的窝里自己斗。操你妈！用什么中国两个字儿？恶心中国人！我操你妈！你说江启臣那个逼样，那个台霸子！操你妈！啊！你妈了个逼！你会说大陆话吗？啊！你瞅说话那个嗲声嗲气的，一个台湾台霸那个逼样！操你妈的！一脚踹出个屁的，那个逼样！操你妈！操你妈！别他妈打起来！打起来！我操你妈！绝对不留情！我说了，我必须弄死几个台独！我操你妈！一些我心头之恨！我操你妈！跟我一样的啊，大陆人有的是！我操你妈！别逼急了大陆啊！你妈了个逼的！操你妈！你台湾节我们能看着啊！你什么鸡巴鸟我们都知道！我操你妈！绿营的人家就是台湾人呐，没说自己是中国人呐！啊，人家骂中国人怎么的？我他妈就不说是中国人，怎么的？你他妈说自己是中国国民党还骂中国人？我操你妈！我操你妈！我操你妈！啊，9分钟了，没事，我再骂你2分钟啊，白送的。你妈了个逼！你瞅你江启臣长那个逼样，兜齿，兜齿。台湾怎么都兜齿啊？怎么都兜齿啊？是不是缺钙呀？啊，是不是岛上都缺钙呀？啊啊！操你妈的！别拜那台岛上神仙
是不是到庙里拜神仙去了？那都大陆神仙，中国神仙啊！操你妈，中国人，中国人受不起你们一拜啊，受不起！你们是最牛逼的种族啊，跟什么章鱼啊、海豚呐、啊，你们是一个种族的啊，大海的民族，跟我们大陆人不一样啊！你别拜那大陆神仙，大陆神仙不保佑你们，你记住了，不保佑你们。告诉你，今年就死一个国民党主席啊！你看那李登辉绝对死，操你妈！操你妈！我操你妈！我操你妈！送你三句话啊！替蒋介石也骂你们！我操你妈！叫什么中国国民党啊？你妈了个逼的！我操你妈的！凑够了啊！正好凑够了时间啊！下回的我看那个《少康战经史》，再有逼逼的，我操你妈！什么中国国民党，你个傻逼啊！拿中国人开玩笑，你们是不是傻逼呀、啊？你们叫中国国民党？那台湾人看完你们自己一想，这他妈傻逼，中国人傻逼，这他妈叫中国国民党，那不更傻逼吗？啊，那不傻逼中的傻逼吗？这不是啊？我操你妈！你瞅你们都活成这个逼样，怪不得没人选你们。那韩国瑜连市长都当不了了啊！国民党连个市长都保不了了，你们还剩个鸡巴了？你们啊，你们还剩个鸡巴？你告诉我，我操你妈的！民进党啊，干死这帮国民党！大陆人没有把他们当中国人的，大陆也不把他们当同胞啊，往死了弄他们！操！